我哋而家嚟到将军澳南边海滨，呢个就是海天汇嘅商场，叫做海天坊。海天汇呢个屋苑咧就2018年入伙嘅，发展商就和岩茂，佢就系用金门去起嘅。外貌嚟讲，佢就比较简朴，但系里面几实用嘅，857间分层，然后有几间屋仔嘅分层咧就会平少少，尤其而家楼价跌咗，最平嘅分层嘅尺价讲紧系13000几嘅啫。我哋今日会睇一间呢度咧，行前少少就系海滨，向住呢边行就系一个博道书院啦，再行入去就系一个街市同埋将军澳大型嘅商场 Popcorn 嗰边。地铁站咧都大概6分钟嘅距离，相当近。住喺呢度乜都方便，又有海滨俾你享受，其实几好住嘅。我哋入去睇下。欢迎翻嚟你屋企，呢间屋咧就857尺，你见到入门有一个比较长少少嘅玄关，但系呢个玄关有个作用嘅，因为呢边有个玄关柜，可以摆下鞋啦，其实都有足够空间，上面摆下啲袋啊都几好嘅，可以做到顶。而呢度就有一个士多房，我自己做咧会拆咗个士多，变成一个鞋柜位。再转入嚟呢边咧，就有一个日字型嘅客饭厅，摆位上就相当方便。呢边就系餐厅，因为佢系近厨房。呢边就是客厅，如果我摆，一定系 sofa 位摆呢边，因为呢边望出去就会望到西南向嘅海景。外连咗一个细少少嘅露台，梯形嘅。行出嚟睇嘅景观都几通透嘅，你会望到前面嘅芒头围啦，又望到个海滨公园，下面就商场，成间屋就几好嘅，系个露台唔够大啫。呢个位仲有一个对流窗，你开咗露台门同埋呢个窗就南北对流，几斜风嘅。厨房就系长形嘅，佢做咗一种曲尺形嘅柜啦，海面都几够多嘅。星盘有两个啦，我觉得呢样嘢抵赚，然后有个窗啦，储物量绝对够。我哋再睇下个睡房区，呢边可以做一道门。就隔开个洞区同埋静区，佢嘅客厕就简单企理啦，做咗一个二分离嘅设计，用一个淋浴嘅，就有两间细嘅睡房，大同小异。佢嘅缺点就唔系落地玻璃窗，佢系半架窗，因为后面有个冷气机嘅分体器，但系 OK 嘅，因为正常你张床都系靠窗边，买个床架就占咗呢度，床褥就占咗呢度，正常咁都冇乜大嘅影响。呢边可以做衣柜同埋书台啦，望出去都系海景，几好嘅。主人房转入嚟咧，佢间房就比头先嗰两间睡房再大间啲，同埋佢好好嘅，呢度预留咗一组。好大衣柜，够深嘅，都几好用。摆位上电视摆呢边啦，个床头位就摆呢边，咁样瞓住都可以睇个海景。仲有一个细嘅工作平台，屋企满得滞，咁样呼吸下。实质作用就唔算高，个主人浴室就好好，因为佢有窗嘅，同埋佢有晒啲镜柜，所有嘢就好企理。有个浸浴区，个空间都够大。成间屋就857尺，成个澳林最抵买尺价最平嘅单位，现时大概13000几，转卖咧就1200万，似呢啲单位你又觉得抵唔抵买？欢迎留言话知，拜拜。